对视啊。我这什么啊，我你哎来了哎你是不是深情对视啊，深情对视。哈喽，我是 GNZ48 Team G 的陈科。我是 GNZ48 Team 4的郑丹妮。好，那我们的组合名叫妮可妮可妮。真的吗？我来，我们的手势是妮可妮可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有个默契挑战，是不是啊？石头剪刀布。我要跟大家说个事情，我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话，叫做我永远会出剪刀第一个，给他心理压力。结果呢，之后他用成了摇骰，每次就是遇到什么事情，比如说我们剪刀蛇布，他又不想赢我，又不想输我，他就用了摇骰。对啊，摇骰多方便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纯纯的运气的一个运气类的节目。嗯，运动啊，对对对，竞技。我这是什么啊，我你没有眼神。好，那个更清楚的认识对方吧，深情对视三十秒。另外两个是什么？输的一方的人壁咚赢的一方含情默默的说一句土味情话，我超可靠的一输哦他的杠杠输的一方公主抱赢的人赚五圈。我们好，我们很简单，就是看把眼睛露出来，眼睛露出。我们为什么不坐下来呢？不用了，就这样。嗯嗯嗯嗯嗯。你有没有审题啊？深情。哎呀。对啊。他们外面我在看呢，很不好意思哎。你看，你拍他们那个地方，他们刚刚打开了一个缝。对，开始了。电梯，深情，很深情，很深情。干嘛啊，笑了。三十秒很快的。为什么笑成这样？我很搞笑吗？哎，我很搞笑吗？我是三个人。我们应该比谁不打眼。笑死，不要。我没有。